我跟你说真的呢，你怎么跟没听见似的？我亲眼瞧见的，那男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吃一个饭而已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是吃饭是不能出什么事儿，可是你跟跳妞，你俩是刚好正是关键的时候，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真知道了。你别光知道，光明白呀！哎呀呀，老师，你就听我句劝，行不行？ 凭我阅人无数这经验，那男的想什么我都能猜出来，肯定没别好屁。我一直听着呢，真要担心的话，我也是担心小妮周围有像你这么不着调的人，所以你就别操心了啊。我怎么了？是，咱俩刚认识小妮那时候，我觉得这姑娘也不错，但是现在她不是你女朋友吗？再不深也不能干这么王八蛋的事儿啊！你真的，你上点心。啊啊！ 小妮电话，小妮电话。要是我跟他说，我跟他，我跟他说，我问问，直接问他，我直接跟他说，行吗？我直接跟他说，我直接问他，好不好？你问。小妮，怎么了？小秋那个事儿，我刚接了个订单，是给赛车手座椅衣服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我想找你取取经。那个赛车服啊，它这个尺寸、尺码，包括它跟头盔还有那个颈套，它是连一起的，所以，田小妮，那个老蒋问你昨晚吃饭。别理他，他喝醉了。 啊。